我给你送吃的来了，包子。一会儿咱们吃完包子，咱们就回家，好吗？李永海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你以为一袋包子就能把我打发了？哎呦喂！你还要我说多少遍呀？我说了，夜不归宿确实是我不对。哎呀，但是我跟薛英那天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也不想想，我是那没数的人吗？你知道你自己问题出在哪儿了吗？我知道，我不应该喝酒，我以后少喝酒，酒太不是东西了，酒太破坏人的家庭和睦了。接着说，我不应该跟薛英私下见面，还有，我不应该被那些无聊的人拍到。哦，那你这意思是说，你要没被拍到的话，你就没事了是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天确实是薛英主动来找我的，当然，我也有错，从一开始我就应该坚决的。李永海，你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什么时候端正态度了，什么时候再来找我。请进。莫恒。哟，薛英女士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呢，不放心火海，过来看看。打他电话又不接。人又不在办公室，啊，坐坐坐。他呀，好几天没露面了，今天呢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去了。要不你再去他办公室等等。不用了，我就是担心红海，怕这媒体一报，对他有什么影响。哈哈，这事儿呢，你就不用替他担心了。我觉得吧，他呢。就是自作自受，活该。哟，您骂我？我哪敢骂您呢？我那是骂他呢。在我看来啊，这件事儿都是他的责任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已婚男士深更半夜不回家，和一个未婚女青年厮混在一起，还让人给拍着了，这事儿不赖他，赖谁呀？啊？啊，况且这事儿不但对他不利，对你也不利呀、啊！你说你一个未婚女青年摊上这么个事儿，没吃着鱼还弄得一身腥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是吧？还真是啊！现在有些人可真是可恶啊，唯恐天下不乱啊！可不是吗？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怎么就把他给拍着了？啊，按道理说，我们董事长在业内算是小有名气，可跟外边那些明星怎么比呀？啊，就跟你待了这么一晚上，就让他们给盯了梢了，不简单。是吗？不是吗？你说这得有多困难啊？就跟你待了一个晚上，就让人逮着了。哎，你说这个媒体记者肯定不是一般人，是个人才。觉得呢？我觉得啊，我觉得你今天是话里有话。啊，哎，不是，我是有感而发，就事论事。莫恒，我知道，你跟红海呢是好兄弟，亲密无间，你对人对事的判断呢，对他来说都有很深的影响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以后在生活上，还是要多多的帮助他。话可不敢这么说，好朋友不假，但毕竟我是下属，我得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啊，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不等他了？不了，替我问候他。哦，慢走啊。喂，妈！臭小子，这晚上新闻怎么回事？
是真的假的？你怎么也看到了？是范伯伯告诉我的。可知道了吗？别提了，正跟我闹呢。你就作吧，好日子不好好过。你要是把可可给我气跑了，你看我怎么给你算账？哎呦，我现在焦头烂额的，你就别说我了。是不让我省心。 喂，魏主编，李红海这两天没消息了，你不觉得咱们该再发点照片了吗？薛总，照片发的多了，未必是好事儿，等发酵一段时间再说吧，别急呀。行吧，那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 妈，妈，您快进来。妈，进去坐吧。不坐了。这事儿我听说了。可可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啊，你听我说，咱俩现在就走啊！我叫上红海去找那个薛英，让他俩当着你的面把话说清楚了。这事儿要是说清楚了也就罢了，说不清楚我就不认这个儿子。 我还得去找那个薛英，我就问问他，干嘛呀？这么没完没了的呀？啊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哎，妈，我和红海没什么，你就别护着他了。没什么，能把你气得连家都不回来呀？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我也饶不了他。妈给你做主啊！这个臭小子，真想把我气死啊！ 妈，您消消气儿，您进来坐会儿，休息一下，我一会儿把你送回家去啊。您放心，我和红海的事儿一定会处理好的，我保证。啊，您来坐会儿吧。以后他俩再犯浑呢，你就告诉妈，妈替你收拾他。就不信了，咱娘俩治不了他。妈。 你先坐会儿，我呀就给您倒杯水。啊，你别忙了。哎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啊？我进来还要敲门啊？ 赶紧的，回家吃饭。我妈包了饺子等你呢。不行，我这还好几份合约没改完呢。今天得晚点，要不你们先吃吧。啊，文件就先别看了。哎，我妈说了，今天还要你讲《红楼梦》。什么？还讲《红楼梦》？我讲不了，讲不了。哎呀，不要啰嗦。走，我真讲不了。我最近脑子特别乱，咱们改日再说啊。不行，我妈今天特意交代了，你要是再不讲。 老人家该怀疑了，回家。我真讲不了，要讲你让那个什么赵文波去讲啊。哎呀，行，今天你不讲《红楼梦》，那明天我就不去做翻译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忘了协议里是怎么说的了？协议里可是有明文规定，你呢负责照顾好我妈的情绪，要百依百顺。 我负责做好翻译，尽职尽责。要不然，我们拿协议看一下。行，杨丽啊，你拿协议跟我说事儿是吧？您不是号称一向按协议办事吗？墨恒，你的契约精神呢？好。 就按协议办，我话说在前面啊，你让我讲《红楼梦》，我到时候讲砸了、讲漏了，像你，到时候别怪我。你敢搞砸了试试？薛总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吧？我看差不多就行了。当然不行。
我要闹出个动静。动静已经够大了，我觉得这次红海一定会很难受。我看他已经长教训了。很好，我就是想帮他下个决心，就当是催促催促他。哦，你记住了，这只是暂且缓一下，就当是中场休息一下吧。哪有隔夜的仇？你少给我来这套啊！我告诉你，李红海，我是看在咱妈的面子上，我才回来的。是是是，坐，咱们坐下说。李红海，你态度端正了没有？端正了，绝对端正。空口无凭。那你说你想怎么样？我让你跟我一块儿去找薛英，让他当面跟我道歉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瞧把你给吓的，我有那么无聊？说嘛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别折腾我了啊。不过呢，我也给你提个建议。你看，一上来就给我来个离婚律师函，这不是拱火吗？我要是一气之下签了，咱俩就离了。离就离，我告诉你，李红海，你再敢来这么一次，我真就跟你离了，你信不信？这一次我就给你长个教训，长记性没？长了，长了。行了，暂时不生你气了。嗯，你看，你也回来了，咱们是不是商量商量，把事情跟媒体澄清一下？你打算怎么说呀？你管我怎么说呢？哎，这个可不能随便说，这个关系到……打住我，老李啊！我告诉你，李红海，这件事我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。大家好，首先我声明一下。我跟我先生的感情非常的好，所谓的绯闻完全是一个误会。绯闻的女主角其实是我先生的前女友，因为薛女士的心情不好，所以那天晚上找我的先生喝了一点酒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可流传出来的照片上，董事长跟那位薛女士显得很亲密，你怎么解释呢？谁都会有情感脆弱的时候，那次的拥抱只是朋友之间的一种安慰而已。就因为几张照片就随意猜测，这实在是太无聊了。夏女士，您的丈夫这么有钱，您不担心他跟他前女友亲密接触会发生意外吗？对不起，我想纠正您一下，婚姻会不会发生意外跟钱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因为钱永远都不会是婚姻当中的主角。那您认为什么才是婚姻的主角呢？当然是爱啊，只有爱才是婚姻当中的主角。至于我的先生跟前女友的关系，我就更没有必要担心了，因为我的先生已经选择了我作为妻子，而他之前的女朋友已经成为了前任，这就说明他做出了选择。我也愿意相信，他可以为他的选择负责任。夏女士，可是您的丈夫实在是太有钱了，您就真的不担心他吗？他很爱我，我信任他，这跟钱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可可你好。您跟董事长是因为一见钟情结缘的，这次的谣传其实我也很担心。那么，您觉着一见钟情会变成一生钟情吗？对我们的观众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一见钟情，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，但我觉得人这一生是每一天每一分钟过出来的。我愿意跟我的先生过好每一天每一分钟。你呀，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董建，这回帮我澄清这个不白之冤，你还能来？谢谢。那必须的呀。其实知道你的事儿以后啊，我也特别着急。那董事长和夏可可，那就是我们一见钟情的活招牌。你们两口子好好的，那就是对我们栏目最大的支持。哎，二位什么时候有时间到我们栏目做个回访吧？哎，别回访就算了，谢谢。哎，穆航，嗯，你跟杨丽雅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修成正果？ 啊，正努力着呢。其实你慢慢改了那个签协议的毛病啊，我还是看好你的。那是原则问题，改不了。得，当我没说啊。那段时间应该是你们哥仨一起上的我们栏目吧？嗯。董事长那个时候还隐瞒自己的身份。当时啊，我最看好的其实是那个布国强，小伙子条件多棒啊，可谁成想现在。 他就成了我的大麻烦。他怎么了？别提了。其实他特别积极，特别主动，但就是到现在，连一个正式牵手成功都没有。他活该，最好别成。怎么呢？没什么。国强最近怎么样？啊，刚介绍了一个，还不知道结果呢。老穆。嗯。 你说到底有没有一见钟情啊？根据我的理解啊，一见钟情是爱情的一种理想状态，它是最纯粹、最真实的一种情感方式。它要求两个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完全契合的，以至于头一次见面，彼此就觉得对方是自己。 今生注定的那个人，说的特别好。哎，你能不再说一遍？我想录下来，回头给咱们片子当宣传片用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一见钟情，太不切实际了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影视剧里面可能会有，但现实生活中不一定有。那可不一定啊！那我们那个节目，牵手成功了这么多对嘉宾，那不都是一见钟情？ 那可不一样，咱们节目的环节设置啊，保证了男女嘉宾在相互选择的时候，就已经对对方的一些基本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，可以说有一定的基础。那你再有基础，你第一眼看着不顺也没有什么用啊。相处再久，最多也就算是个朋友。你这话里有话呀。你就看咱们俩吧。 朝夕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彼此也没有什么异性朋友。我呢，条件还算可以吧。你呢，也不算是一个烂桃。按理说，就算咱们俩在一起了，也不算难为对方吧。可就是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一直没有擦出什么火花呀。所以说。 没有一见钟情的话呢，就不会有什么日久生情啊。这话呀，不能这么说。如果你想获得一份真正的情感，你还是需要时间，让彼此慢慢的有一个了解。感情呢，是需要经营的。小薇，你刚到我们栏目的时候啊，我就看着你不顺眼。 可是，时间久了，彼此了解了，我是越看越顺眼。是，我一看你第一眼的时候啊，也特别不顺眼。但是你别说，时间久了呢，还是那么不顺眼。 谢谢老李。没想到你面对记者还挺能说的嘛。那当然了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天生就是当第一夫人的料。哎，以后你们集团要是有什么发言人的角色，你考虑让我来担任呗。你放心，你媳妇儿
绝对不会给你丢脸的。嗯。可可，嗯，你非得给我出这三个月，那三个月以后的事儿你考虑过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咱们现在处的越好，仨月以后就越麻烦。这麻烦什么呀？哦，老李，你现在是不是发现你特别舍不得我了？那不能够。你舍不得也没事儿，到时候咱俩商量商量呗。反正我又不是铁石心肠。你要是有这种想法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仨月以后必须离婚。瞧把你给吓的！你放心吧，到时候就算你跪这儿，你求我，你磕一百个响头，你说多少好话，我都不会同意的，肯定跟你离。行，说好的事儿嘛，咱就都遵守了吧。啊，我是觉得，既然咱们都已经知道这下场了，何必现在搞得这么亲密呢？你知道吗？现在咱们处得越亲密，那么离婚的时候就越难受。你会难受啊？没事，到时候你要是实在忍不住，实在是想哭，姐这儿有肩膀，借你靠靠，哭呗，不丢人。我是怕你难受。开玩笑，一千万呢，我看现在来不及呢。你就别抬杠了啊！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咱们两个最好保持一个特别良好的状态。什么状态呢？就是咱俩都互相特别烦，你烦死我，我也烦死你，这样离婚的时候就都很轻松。反正咱们离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对吧？那照你这意思说了，那人早晚还有死的一天呢，那就都别活了呗。三个月以后拜拜怎么了？在还没有拜拜之前，不管是三个月还是三天，哪怕只有三个钟头，我也要过得实实在在的。咱俩的截止时间是那天夜里的十二点，说好十二点，就是十二点。甭说一个钟头了，就算差一分钟也不行。明白。好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拜拜，晚安。一见钟情，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，但我觉得人这一生是每一天每一分钟过出来的。我愿意跟我的先生过好每一天每一分钟。三个月以后拜拜怎么了？在还没有拜拜之前，不管是三个月还是三天，哪怕只有三个钟头，我也要过得实实在在的。咱俩的截止时间是那天夜里的十二点，说好十二点，就是十二点。甭说一个钟头了，就算差一分钟也不行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稍安勿躁，一会儿就到了。什么地方啊？神神秘秘的。
一会儿就把你给卖了。这家花店漂亮吗？还挺好看的。喜欢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沈老板，这家花店是你的了。哎，老莫，我们下一期特别节目找哪对牵手成功的情侣啊？布国桥和邹小蜜发展的不错，拍他俩。他俩就算了吧，我一看他们就腻得慌。姐，哟，布国桥，刚才说到你呢，来，快坐。我们呀，正想做一期回访，拍一些你和这个邹小咪的幸福生活。拍什么呀？我跟邹小咪都吹了。嗯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她有男朋友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们节目组能不能在找人这方面调查清楚，做足功课，不然像我这样男嘉宾得多受伤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试试，我们试试。算了，没事儿。下一期啊，你再安排我上。啊？还上啊？上。上。可以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老莫，既然不能拍他了，那我们不如拍雄伟啊。拍一个路人甲的恋爱生活，怎么样？沈文文和他还没有牵手成功。现在，这个雄伟属于追求阶段。我要是沈文，我就答应。小伙挺帅的啊。哎，你们说的是我上那期节目的沈文文？嗯。嗯。有人追他？喜欢他的人可不多了。不过他谁都看不上，这个雄伟现在对他是穷追不舍。不过结果怎么样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是吗？雄伟，这我不能要。为什么不要啊？你不是一直想开花店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家位置不错，离花卉市场不远，进货特别方便。我比较了十几家，这家最合适。你就说喜欢不喜欢吧。当然喜欢了。喜欢就好，要不然我白忙活了。花店我可以开，但是开花店的钱我必须给你，你答应我。好，等你挣了钱再说。雄伟，你别对我这么好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们不可能。你不要再给我压力了，好不好？我没给你压力，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我告诉你吧，我早就有男朋友了。不可能，开什么玩笑啊！真的，我去参加一见钟情之前，我们两个就打算结婚了。你们俩都要结婚了，你还去参加一见钟情？他非要去，我不放心他，也跟着去了。为什么？这太荒唐了吧！我真是大开眼界了，这感情还能拿出来考验？是考验你还是考验他呀？我也弄不明白。弄不明白你怎么能同意呢？我也不同意。但是我拿他没有办法。文文，我真的不理解你，你怎么能容忍呢？我们是初恋，他对我很好，他曾经救过我。美女，哎，别走啊，小妹妹，别着急走啊，哎，住手！打他呀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文文，
以后要是有谁敢欺负你，我就跟他拼命。每次我快要受不了的时候，我总能想起这一幕，想起他奋不顾身救我的样子。雄伟，你是个好人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。我真的不是想骗你，但就是这些事儿，我实在说不出口。我之所以必须要告诉你，就是不想让你为我陷得太深，再浪费你更多的感情了。雄伟，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了。老板，有玫瑰花吗？沈老板，开张了。有，给我来一束，来这边看看。嗯。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做饭呢。嗯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儿周末，我来看看阿姨。我呀，正好上菜市场买菜，碰上了小莫，就把他给叫来了。今天呀，咱一块儿吃饭啊。文波，我听阿姨说你一会儿要讲《红楼梦》。我刚才跟阿姨说呢，我在学校就没听你讲过课。哎呀，今天机会难得，我一定得好好听听。那什么，你晚上不是还有课吗？别耽误学生上课，赶紧走啊！快，谁说我有课？没课，有课我也调开。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不走了，就留在这儿啊，吃饭。你看阿姨多热情，你看看你，太不把我当外人了。文文，文文，啊，不是不让你开花店吗？你还真开呀？这是我喜欢的事儿，我上次就跟你说了，我喜欢的事儿我一定要做。行行行，你想干就干，别到时候在我面前叫苦连天就行啊。你放心，我不会。哎，我听穆剑跟我说，一个叫雄伟的男嘉宾也在追求你，也是一见钟情认识的，对吗？是，但我告诉他我有男朋友。啊，你不说也没关系啊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相互考验感情的阶段，互不干涉。我不想考验，我跟他又没什么。这个我懂啊，文文，不能只准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那不行。你放心，我不介意你跟这个雄伟打交道。你真的不在意别的男人追我吗？文文，如果你现在跟别人跑了，将来你也同样会跟别人跑的。哎，我听穆剑说，这雄伟是个演员呢。是。他演过什么呀？他没演过什么，他就是个群众演员。一个群众演员还能考验出什么来啊？你，我说你点什么好？哎，精彩，太精彩了！哦呦，真不愧为呀。文学系的教授，这样一来呀，这大学教授和我们小学的老师的差距呀，
一下子就拉开了。哎呀，没有，这名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。不不不，还是你理解的深。哎呀，通过你这么一讲啊，哎呦，看来以前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明白，哎呦，只是看热闹了。嗯，阿姨，要这么说，您肯定对那个《红楼梦》的十二钗感兴趣吧？感兴趣，感兴趣。我跟您说，文波讲的十二钗在学校那是出了名的，而且在学术界也有一号的。啊，想不想听一听？哦，当然，当然，真的呀，文波。有什么一号？没意思，今天不讲这个。怎么没意思啊？你对十二钗的解读，那是你的巨大成就啊。成什么就啊？没意思，没意思。怎么没意思呀？我认为这十二钗呀，写得很深奥呢，你一定得给我讲讲。哎，行，那我过两天好好给您讲。不许忘了啊！哎呀，还有，阿姨，我听说文博前一段时间刚刚写完一个《红楼梦》的论文，写得非常好。你什么时候拿出来给阿姨分享分享？阿姨肯定会喜欢的。还有论文呢？论什么文啊？我最不爱写的就是那个东西。怎么叫不爱写啊？太谦虚了，不是写完了吗？写的多好啊！阿姨，文波就有一个毛病，太谦虚。你谦虚什么？你拿出来跟阿姨分享一下呗。哎呦，看看你这孩子，跟妈面前有什么谦虚的？我一定要看你这篇论文的。张教授，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一会儿十二钗，一会儿什么论文的，你想玩死我啊？你现在不是在演张东波吗？你现在不是在演一个红学专家吗？我告诉你，什么上网抄啊，用现成啊，这事儿我提醒你啊，你可掂量掂量。想不想以后不再刁难你啊？可以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等丽雅的妈妈回去以后，你离丽雅远一点，我就不再给你出钱。行啊，威胁我，我最不怕的就是威胁了。你也太小看我了，你尽管刁难我，尽管放马过来。不，哎，你扮演我，你不嫌烦呢？不烦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欢迎你常到我们家做客，我没事就演给你看，多提宝贵意见。走着瞧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没想到会出这么多事儿，对不起。算你有良心。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嗯，你不会坚持不住吧？坚持得住，这就叫做协议精神。你要是对一个女人说会对她好一辈子，那是真的一辈子吧？嗯，我估计我这辈子也说不出这种海誓山盟的话来。你以后谈恋爱要懂得浪漫，女人都喜欢浪漫。想浪漫可以啊，签在协议里不就得了？签协议里还怎么浪漫啊？就算不浪漫，那也好过说到做不到骗人吧。不行，我现在还不能睡，我得去找李红海。你这么晚了去找人家干嘛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我那论文还没弄好呢，还有那个什么，十二钗。